必胜 hashtag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对哈、哦、啊，那还有人要问吗？好吃呢？好吃，好吃，好 吃,、啊、好吃，好不好吃啊？I'm sad， 哎 ，I'm sad，I'm sad， 对 ，I'm sad，I'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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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d， 好吃。啊、现在再复习一下，我爱你，预备起。忘记了，忘记了啦，就知道你们忘记了。不用心，我爱你就不知道了。不是什么忘记了耶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Be strong hashtag，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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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 strong hashtag。好，现在好吃，再一次。哎呦，那你们学这个是要交一个蒙古男朋友吗？这样也不错、啊，也不错啊。他叫 Abby， 上次那个小孩子叫什么？哎，波米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哈士。哈士，哈士，哈士，我太直。哈士也在哈士。这个听说他这个来我们节目，他来过我们节目。嗯。他说他是一直说很崇拜飞哥，很崇拜飞哥。嗯。你说你真的很喜欢我吗？喜欢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一圈还是得。一圈还是。不是喜欢就不是爱了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喜欢怎么讲？喜欢都是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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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带。怎么都有？都是带。哪里？都是带，都是带。哎，有没有喜欢我的头发吗？喜欢。他很喜欢啊，啊，都是带。OK OK。明天，明天，明天啊！现在录音不好意思。现在他们在火焰山游乐区表演。哦。其实东西很多，很好看。嗯。好、啊，非常谢谢。谢谢。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哦。我爱你一百亲。你讲什么？你讲他是。你讲他是。哎。短裤之于卢广仲就是招牌，但飞哥心解为：你为什么都穿短裤？研究结果说，意思是说，好像是你讲会开掉，那穿短裤会开掉。哦，短裤就比较憋啦，比较没有办法延展开来。哦，这么说你的意思是王力宏啦、周杰伦都蛮憋的了？不是，因为。卢广仲让飞哥也难以招架、啊、就是他这种人吉他可以弹成这样，他的曲风可以这样的奇怪，他通常都是在熬夜的时候在里面找灵感，所以早餐是你最重要的一餐。其实不是，因为我你说这样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吃早餐，所以我卢广仲 VS 早餐的恩怨情仇，稍后早餐登场。